我们请接着看这个第六段啊，差行差别第九首啊，寄诵第九首。或如狮子行，或如海蚌行，无量诸色相，体性各差别。这个四句很好懂啊，都是讲的这个大星系的形状啊。幕后一首，余业刹种中，刹心无有尽，借由佛愿力，护念得安住。这一首里面意思就很深很广了啊，这是举一个例子，一个刹种当中，刹行是讲佛刹的形状。诸位要记住，这一个佛刹不是一个星球啊，是一个很大的星系啊，像我们娑婆世界啊，依照佛经上里面常讲的啊，三千大千世界。我们不是讲用星球来计算的，用银河系来计算啊，多少个银河系呢？十万亿个银河系。这叫刹行啊，一个刹种当中像这样的佛刹不知道有多少啊，太多太多了啊。这个佛刹大千世界的形状非常非常多，说不尽的啊。那么这个世界有大有小啊，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形呢？这里面居住的众生业感不相同，诸佛如来应化在这个世间，过去生中愿力不相同啊。虽然像我们现在知道啊，每一个人发的愿都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我们都发同样的愿，将来果报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呢？你度众生的心恳切的程度不一样，你度众生的这个心啊，大小不一样，差别很多啊！啊，同样是一愿的，所以在果报上显示出是无量的差别，你才晓得这一愿都不一样啊。何况众多的大愿啊！所以你用什么样的心呢？你用什么样的行来建愿呢？啊，但是总而言之呢，幕后这两句总结了，借由佛愿力护念得安住啊，
如果没有佛力护念，世界能不能安住呢？我们能想象得到啊，大概过半数不能安住。啊，为什么不能安住呢？众生造作的是恶业。啊，恶业果报是毁坏呀，这个世界坏了，怎么能安住啊？啊，世界的安住啊，靠善业。所以不能不靠佛菩萨的大慈大悲，众生学佛啊，总的要记住经论当中常常讲啊，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我们要学佛的慈悲，要学佛的方便。啊，佛对于变法界、虚空界一切众生，大慈大悲呀，大开方便之门呐，什么都能够容纳了。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懂啊。所以世界即使造作无逆食物的众生啊，他那个世界是不好啊，无著卧室，著卧到极极处啊，他世界还不坏啊。什么原因呢？护念的安住，佛的愿力啊！啊，佛知道啊，这些造作恶业的众生，一时糊涂，一时迷惑，他会回头。他能回头啊，那现在为什么不能回头呢？缘不具足啊，啊，缘不具足也说明他没有这个福报啊。众生如果真的有福报了，这个善缘一定成熟。那善缘不成熟，恶缘现前呢？恶缘众生要受罪啊，是不是好事情？好事情。啊，什么好事情？恶缘恶报啊，替众生消业障啊。业障消除了，善根就发现，善缘就现前。哦，确实没有什么不好啊！啊，你把全盘、全局都看清楚了，你就知道了。啊，那个恶报啊，是众生造作恶业，应当接受惩罚。接受惩罚之后，他后悔了，忏除业障啊，
所以三恶道是他自己变现出来的啊，是消他的业障的啊，业障消除了他就离开三恶道了，到三善道了。三善道的时候，善根逐渐逐渐增长，能够接受善法了啊，佛菩萨就来教他了，就来了啊。所以当他受苦受难的时候，佛菩萨也在旁边冥冥当中找啊，这个苦难你还是能受得了，你受苦难的时候肯定后悔啊，知道过去所作所为错了啊，跟一切众生结的冤业啊，这个时候才明了啊，啊，恶业里头最严重的杀生呐，啊，哪怕是蚊虫蚂蚁，那也是一条命啊，啊，那是造作罪业的众生得的这个身形。得的这个果报啊，啊，他的神识跟我们一般人没有差别啊，你杀他他也贪生怕死啊，啊，他怎么不记恨在心呢？这个怨恨什么时候才能化解呢？太难了啊！这个怨恨要不能化解，总有一天遇到他要对你报复啊！啊，那个时候你要是有智慧，那你就是欢喜接受啊，这个账了了。在高僧传里面我们读到安世高啊，安世高大师在中国还过两次命债啊，是他过去生中误杀了别人啊，不是有意的，无意的啊，这一生当中说也要被人误杀两次，误杀了什么样的因啊，借什么样的果，因缘果报啊，丝毫不爽啊啊，所以诸佛护念有护念的大道啊！啊，我们学佛的同学要有智慧，要有高度的警觉，千万不要以为我学佛已经很虔诚了，啊，为什么我现在遭遇这么多困难？这个里头起一念怨天尤人的念头，你就犯了大错了。为什么呢？你所受的这些苦难是你的业障现前呢，那正是业障在报啊！啊，一个心里不服，好了，这报不了了，不但报不了，又更加重了罪业了。
这样的人多啊，真正觉悟的人不多啊。啊，真正觉悟的人说老实话，那个业障消得很快。啊，智慧福德增长的也很快，业障消了，智慧福德就现前嘛。佛菩萨往往给我们做增上缘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为我们制造一些机缘，替我们消业障。啊，只有真正学佛的人，真正呢心思细密的人，观察入微的人，觉察到了。啊，这个时候，欢欢喜喜，逆来顺受，没有一丝好怨天尤人的心。啊，自己真正觉悟，真正明了。铲除以往的过失，啊，从今而后，啊，希望做到不辜负一切众生，啊，一个众生都不辜负啊。看一切众生好的一面，啊，绝对不要把一切众生不善的地方放在心上，啊，众生造作的不善未必是真的不善。这怎么说呢？因为众生里面有诸佛菩萨示现在当中，啊，他那个种种不善的时候，他是别有用意，度一类众生，作思示现啊，我们怎么知道啊？啊，我们要是任意的批评，很可能呢，产生误会。错怪了诸佛如来，诸佛如来用这个手段度那一类的众生，我们不晓得。啊，这些事情，初学的同学最容易犯啊！啊，所以功夫不能得力。道也不能成就。啊，佛祖的话没有真的接受啊。佛祖是怎么教我的？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啊。而我们怎么样呢？我们偏偏见世间过。啊，不见自己过。只见别人过，这就完了，没救了。啊，佛菩萨所以成佛，菩萨怎么成佛呢？菩萨不见世间过，只见自己过。你们看看《坛经》，六祖给我们表演的。啊，六祖教神会也。神会是沙弥呀，小事啊！啊，六祖的是老人呐，祖父辈的啊，教他了，以自己做例子，我只见自己过，不见世间过。
啊，这样修成的啊。啊，再看看《华严经》幕后善财童子如何一生圆成佛道，没有别的，也是这个做法。啊，善财童子只见自己过，不见世间过啊。善财童子心目当中，一切众生都是诸佛菩萨应化度我的。啊，凡夫呢，就是我一个人。啊，学生呢，就是我一个人。除我一个人，通通是诸佛菩萨应化的。啊，诸佛菩萨在那里表演的。啊，表演的邪正是非善恶啊，在我六根门头啊，看看我还起不起心，还动不动念，看看我是觉还是迷。善财童子是用这一招啊，一生圆成佛道啊。我们读华严经，如果没有把这个门道看出来，那你就白读了。啊，华严最殊胜的功德利益，你连边都没摸到。啊，看出来怎么样呢？自己要学啊，学善财童子啊。啊，学五十三位善知识啊。啊，学善财童子，注意要记住，是自力。学五十三位善知识是利他，这个地方你一定要搞清楚。啊，五十三位善知识那都是诸佛如来实现的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，实现种种形象具他的。啊，他是谁呢？他是善财。为什么呢？善财懂啊，善财聪明啊，善财看出门道啊，善财得佛愿力护念，善财得佛力加持。时时刻刻念念之中啊，都得诸佛如来护念加持，他怎么会不成就呢？他成就的那么快呀！ 啊一生就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。啊，这经上赞叹行超普贤呐，这是《无量寿经》上赞叹的啊，善财。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啊，我们天天读诵，啊，天天在一起研究，不能落实到自己生活上，自己一天到晚还是胡思乱想，还是起心动念啊，还是贪嗔痴慢自私自利，这不是善财啊。这样学佛，阿赖耶里面种一个善根啊，你也是天天时时刻刻在种善根啊，种佛的种子，
你佛的种子跟你的烦恼种子比较太少了。90%烦恼种子。佛的种子充其量的10%啊，甚至于1%啊，甚至于1%也不到，1/1000啊，1/1000啊。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，这一生成就就没有分了。啊，你怎么样？要克服自己烦恼习气，把自己1/1000的善根提升到1/1000，1/1000提升到1/1000，你就有救了。1/1000提升到10/1000，你要是求愿往生极乐世界，恭喜你。你具足往生的条件了。啊，如果在这一生能够其如佛境界少分，啊，就是大乘经论少分，1/10不行了。至少啊，要3/4啊！我这个烦恼跟佛的这个种子，烦恼种子6/7，佛的种子有3/4，它起作用了啊，能够切入少分，真正切入少分那个境界。不可思议啊！也就是说，你的烦恼啊，这个断烦恼啊，速度快啊，福慧的增长速度也快，年年月月不一样。这个速度就像数学里面讲的加速度啊。我们佛法里面的术语常言说到的是功夫得力，你的功夫真正得力了这是我们要认真努力的努力的方法，还是要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。啊，克服里头最重要的，从前张家大师教我的，看破放下。啊，那我们一般功夫不得力的人，放不下了。什么都要放下啊，越是放不下的越要放下你的境界才会越来越好与日俱进啊，你有进步啊那个放不下的不肯放你永远没有进步啊！那么换一句话说你来生还是要搞六道轮回搞六道轮回就非常可怕啊！可怕在哪里呢这一轮回就迷了
这一生所修行的这点功夫啊，完全消失掉了。你不能不受环境的影响，不能不受环境的染污，所以你肯定是愈迷愈深啊。啊，越染越严重啊。你什么时候能去悟？什么时候有缘你再能遇到善知识？不容易啊，真的，我们要记住啊，啊，这一生当中遇到善知识，就是百千万劫难遭遇。啊，我遇到了，决定不能舍弃。啊，没有智慧的人，善根浅薄的人，很容易迷失啊。为什么呢？你遇到善知识了，你有冤亲债主，你那些冤亲债主肯定阻扰你啊，在你面前造谣生事，毁谤善友，让你信心丧失，离开，继续搞六道轮回，继续搞三恶道，你上当了。啊，这一段事情古圣先贤教诲里面讲的很多很多啊，每一个修行人都要亲身经历啊，连释迦牟尼佛大相成道啊，有降魔啊，这一个节目啊，啊，魔是什么呢？财色名食睡，来诱惑你啊！啊，你稍稍一动心，被他牵跑了。远离善知识了，立刻堕落啊！啊，经不起诱惑，而堕落的人不知道有多少。啊，李老师常讲。他不说学其他法门，念佛求生净土的同学啊，他说一万个人当中真正能往生两三人而已啊，什么原因呢？都被这些五欲六尘都跑了，经不起诱惑啊！一碰到之后啊，道心退了，迷了啊！这桩事情，释迦牟尼佛在世就有啊。你看佛那个时候实现的提婆达多、六旬比丘。他们详尽方法煽动善心的比丘，煽动善心的在家居士啊，诱惑啊，详尽方法毁谤释迦牟尼佛了
希望这些人呢跟着他们走啊。啊，踏实善知识啊。啊，确实也有不少人跟他走的。啊，到最后他的原型现出来了，大家知道啊，这是假的，那是一个骗局。啊，后悔莫及啊，再回头再求世尊啊，世尊慈悲啊，一样接纳，不是说哦，你跟这些物质是你曾经上了他的当，被他骗了，啊，跟着他一样造谣生事来毁谤正法，我就不收你了。释迦牟尼佛没有，只要你回头，一样接纳你。啊，世尊接纳，世尊这个僧团大众也接纳。都是给世间人做最好的榜样啊！啊，佛不勉强任何一个人。啊，你不满意，你可以离开。啊，什么时候你知道错了，你想回来，行。啊，准许你回来。这是教育。教育目的我们总要记住啊，啊，帮助一切众生转恶为善啊，转迷为悟啊，把它转变过来啊，是教育的成功啊。绝对不是说他做了卧室了开除他，永远不让他再回来了，那个不是教育。啊，古圣先贤教育不是这样的。啊，只要你知过能改，改过自新啊，中国谚语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啊，总要记住成人之美呀，不成人之物啊，要肯定人心本善啊，人人都有佛性啊，要肯定这一个大前提大原则啊，要能够体谅他迷惑颠倒迷失方向，我们无量劫中啊数不清的次数犯了过失啊，在学佛这个路上进进退退啊，佛菩萨原谅我们啊，僧团原谅我们啊，我们能不能像佛菩萨，能不能像过去僧团大众接纳这一些犯过的人呢？啊，犯错的人呢？要接纳，不接纳怎么能报佛恩？怎么能报僧团大众之恩？啊，所以人不怕有过失啊，古人常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，过而能改
善莫大也，要创造机会帮助他改过啊，这是佛心呐、啊，这是圣贤人的心呐、啊，我们要学习 啊，这个就是佛的愿力，佛的护念呐、啊，啊，世界如是等安住啊。我们把这个范围缩小，啊，我们的同参道友能够在这个小道场安住，啊，要靠佛的愿力护念。佛的愿力护念，这是因呐、啊。道场的方丈住持，他的愿力护念是缘呐、啊。啊，道场常住大众，愿力护念增上缘呐、啊。因没问题，缘有问题啊。于是现在道场这个方丈住持，道场里面住众凡夫，他不是佛菩萨，他有自私自利啊，他贪嗔痴慢烦恼习气他没有断了，他没有放下了，换一句话说，他有喜怒哀乐，他有七情五欲，啊，他不高兴你，他讨厌你，他不欢喜你，改过，改过是真的改了，假的改了，不接纳你，啊，那什么语言不成熟，啊，那遇到这个情形怎么办呢？应当没有丝毫怨恨心，你是真忏悔。你丝毫怨恨心没有，佛菩萨一定会替你安置一个安住嘛，一定给你安置一个很好的修行环境。天无绝人之路啊。佛菩萨会护念的，佛菩萨决定不会说看到所有的人排斥你，你真的回头了啊，佛菩萨不过没这个道理啊。什么叫真正忏悔呢？逆境里头确确实实没有一点怨恨心，没有一个恶念，这叫真正忏悔呀！啊，忏悔不是在佛像面前磕头祷告啊，那是一种形式啊，未必是真的、啊。内心里头，啊，在顺境里头没有一点贪念，逆境里头没有一点嗔恚，你的业障统统忏掉了，真忏悔。真忏悔痕迹都不落啊！谁知道呢？佛菩萨知道。再跟诸位说，鬼神知道，鬼神看到了啊！鬼神对你恭敬、赞叹、拥护，这肯定的啊！啊，这是世间肉眼凡夫他们接不到，可不能怪他啊！他们看不到，他们成见很深，他对你有好处，有大好处啊！好处在哪里呢？
它帮助你提升境界，啊，等于说它在考验你，你是不是真的不动心、不起心、不动念了，是不是真的？啊，实现一个好的境界，啊，你是不是真的一点点贪心都没有了？实现一个很恶劣的境界，是不是一点点嗔恚都没有了？所以顺境逆境善缘恶缘，对一个修行人来讲，无量无边的恩德了。你的烦恼习气怎么断的呀？就在这个里头断的，啊，而且长时期的磨练，短时期不行啊，短时期还能忍得过，长时期的时候烦恼习气又现行了，又冒出来了，啊，这一生一世，一生一世时间都不长。你看看经论上佛告诉我们，菩萨成佛经过多少时间呢？无量劫，到了登地了，别叫登地呀！啊，原教是初住以上，破一瓶无名，证一分法身了，还要三大二僧祇劫的磨练，把你阿赖耶识里头极其微细的烦恼习气磨光了。这个时候，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，啊，什么时候啊？八地菩萨了，八地菩萨开始转阿赖耶为大圆净，开始转了，哎，阿赖耶含藏极其微细的烦恼习气。那我们凡夫不知道，七地都不知道，啊，八地、九地、十地等九，这四个位次啊，这四个位次那个时间很长很长啊，啊，就照佛经上佛讲的都是大概的。佛讲这个三大僧祇劫，第一个僧祇劫是初住到第十回向，第二个僧祇劫是初地到七地，第三个僧祇劫是八地到十地，啊，八九十这三个位次一个僧祇劫。所以我们要有耐心，要有长远心，要有恒心，啊，希望很快就成就，没这个道理，啊，所以你要练啊，永远锻炼下去啊，不是忍一时啊，忍一时不管用啊，啊，那个利益很小啊，啊，永远的忍耐下去。我们得诸佛菩萨的护念，我们得所有一切众生的护念，啊，你懂我这个意思吗？啊，所有一切回报我的人，侮辱我的人，陷害我的人，误会我的人，都是大恩大德了，他在这里磨练我，把我的那个嗔恚啊、嫉妒这一些恶念磨掉啊，
要没有这些境界，我到什么地方去磨练？所以这一些人啊，在一般世间上，这恶人啊，对你都不好啊。我们修行人他对我好啊，让我在这个里头天天练，练的什么呢？我一点惭愧心都没有啊，我的持戒波罗蜜，我的忍辱波罗蜜在这里圆满了啊，我的布施波罗蜜也圆满了。我说我布施欢喜啊，我布施恩德了，业障消除了啊，在圣经里面善缘里面断贪痴啊，最容易起贪痴的了，在这个里头不生贪痴的念头啊，在逆境恶缘里面最容易起嗔恚。贪嗔痴是三毒啊，三毒必须在这个境缘里面才能把它断尽啊，真的就跟炼钢一样啊。啊，从矿里头挖来的矿石啊，带了许许多多的渣子啊，不断的炼呢，把这些渣子淘汰尽了，啊，锻炼成金刚啊，啊，所以这一切顺境逆境善缘恶缘，那是野炉啊，那是炼钢的炉子，不入这个炉子，你怎么能炼得成？啊，那么你想想。那个金刚从这炼成的，他要不要感谢这个野炉啊？这个炼钢炉子当然他从这里出来的呀。如果我们在这个里面为什么当凡夫呢？为什么搞得这么可怜呢？啊，心做不了主，随着境界切啊，善缘起贪爱，恶缘起嗔恚，这就是凡夫啊。同学们要好好记住啊，修行在哪里修？就在日常生活当中修，在你工作里的修，在你处人处事的里面修啊。佛在哪里啊？菩萨在哪里啊？通通都是啊，哪个不是菩萨？哪个不是佛啊？我把贪嗔痴都练掉了，我心目当中通通是佛菩萨，通通是我的恩人，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，是化身菩萨。化身菩萨知恩报恩呐！啊，你对我再凶恶，那个凶恶把我的嗔恚烦恼断掉了。你是我的大恩人，我要报你的恩呐，知恩报恩呐。啊，世间人不知道，哎，这是成佛的秘诀，超凡入圣的秘诀，破迷开悟的秘诀。见到恶人就不高兴啊，就生烦恼；见到别人毁谤你、嗔恨你，你的嗔恨心就生起来了啊，就要报复了。这个没有用啊，天天念十万声佛号也无济于事啊，念一百部无量寿经也无济于事，磕十万个大头还是无济于事
果然把这个念头转过来了，在一切境缘里头说，把贪嗔痴灭掉了。你一句佛号没念，一部经也没念，一个头也没磕，诸佛如来说你功德圆满了。你超凡入圣了啊！诸位要知道啊，贪嗔痴断掉了，超越六道轮回了啊！见思烦恼断了吗？啊，无明烦恼断掉的时候，你就超越十法界了，破一瓶无明，就超越十法界了。那个时候你到哪里去安住呢？华藏世界、极乐世界，到那里去安住去了。所以佛菩萨的就像那个炼钢的那个技术人员呢，拿的这一块材料他知道火候还不到啊，你要放在多少高温的那个炉子里去炼啊，那个火候到了再要换一个炉子啊。那我们现在真的是满身都是渣子啊，要到哪里去锻炼呢？到六道里头来锻炼。六道是个炼钢炉子啊，见思烦恼断掉了，嗯，这个淘汰掉一层了啊，换一个炉子，换到哪里去呢？方便有余土啊，这一层在断的时候还要提炼，再把你安住在十报庄严土。你们想想看，诸佛国土是不是一个炼钢的炉子啊？我用这个做比喻，诸位好懂。所以一切世界都是帮助众生成佛的道场啊，你要认识啊，你要会利用啊，你要在这个里头真干啊，才对得起佛菩萨，才对得起一切众生。我们在此地读到借由佛愿力护念得安住啊！啊，我念这两句非常欢喜啊！啊，他说得这么清楚，说得这么明白啊，我懂得，我知道利用啊这个环境，利用这个野炉成就自己啊，成就自己就真正报佛恩呐！啊，真正报众生恩呐！真正的不辜负自己的佛心。这一段讲完了，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。